作为外国人，参加在我留学的国家举办的奥运会，并不是容易拿到的好机会，感到十分荣幸，也很高兴。大家好，我是从韩国来的燕亚林，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读旅游管理系。冬奥期间，我在位于延庆冬奥村的健身中心提供服务，主要工作内容是：首先，为了严格遵守防疫要求，穿隔离服，戴两双手套和 N95 口罩，然后应接各国运动员、介销设施，以及不断的进行消毒，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这边服务对青年人来说是一种梳理自己价值观的好机会，因为我们可以跟各种各样的人交流，听他们的故事，而且通过这边服务的过程中能得到很多的技术和经验，以后为社会做贡献。所以希望我们的志愿者能够学习到相互支持、相互融合，共同建好志愿服务的价值。喜欢韩国雪车、金牛栏运动员，韩国国际队。进村以后，我顺便去他们的住宿地方，提供翻译服务。当时见过他，他特别开朗、热情，也很鼓励我、支持我，感到感谢。而且他的学车能力十分强，所以我很喜欢他。我对本届奥运会最期待的是，想见到韩国运动员。我希望帮韩国运动员和中国志愿者同事们把中文翻译成韩语或把英文翻译成韩语，进行他们的愉快的交流，也很期待这次冬奥会顺利进行。